Thank you.
大家可以发现阿伯不管再热的汤他都可以喝得下去了。我们现在在美浓的秀美板条，美浓的板条真的很好吃，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美浓吃板条，还有很多客家的料理美食都可以在美浓镇上吃得到。架子打到，快点，这个快架。阿伯的板条已经吃了一半了。不会打扰到其他客人，因为已经一楼的话好像那个刚才的一些农会的代表好像有把场地包下来了。他说他先去磨的，磨了以后才做的。我刚才已经有先吃过板条了，也有吃客家小炒，然后还有那个姜丝大肠啊，都很好吃哦。阿贝已经快把板条吃完了。第一道菜是客家小炒。刚刚
我现在已经把板条吃完了，现在在吃菜。刚才那碗板条应该不到五分钟，阿北就吃完了。桌上有客家小炒，也有猪脚，然后还有炒水莲，还有那个应该是卤的白菜，还有萝卜。我们给里面记者一个画面，里面要补画面的就这边来，怎么看一下镜头？里面是想要画面。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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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来，各位长官，我们看一下这边喽。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打扰大家。阿北现在吃猪脚跟水莲。江湖传言已久，江湖传言已久。大家 OK 可以吃，大家 OK 了吗？ OK 了，好，那我们 OK 了，我们就大家休息了哈，还没吃饭的吃饭，然后我们这边还没拿饮料的，这边有饮料，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好，下一瓶，谢谢，走啊，好，差不多了，今天上班了，好，我们吃肉。我们在远一点的地方直播，不要打扰阿北吃饭哈。那就在这边，大家远远的看着就好了。因为我觉得镜头一直对着一个人吃饭，可能那个人也会觉得怪怪的。尽量拉远一点。这一家餐厅叫做秀美板条，是在那个美浓的农会后面。大家有机会来美浓的话，可以来这里品尝阿北吃过的美浓板条哦。谢谢。
园的客家品种公园的客家菜，现在通常顶层要一个月前订。哇，真的、哦？就是他每天他每天都很多。我吃饱了，刚才阿北来还没来之前已经先吃过板条了。这边当地的人吃美浓板条的话好像都会加一点乌醋哦，所以你们下次来这边吃板条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当地人的吃法。我们现在离阿伯比较远啊，因为阿伯现在在吃饭，他吃饭的时候就不用镜头太近对着他拍啊，就远远的看着就可以了。要加这个白醋排蒜乌醋，加这个在板条里面。外面有一些柯粉在拍照。目前柯粉俱乐部不需要什么捐款。对，等一下就给阿贝专心吃饭，他也不用对着他一直拍，因为吃饭就是吃饭。那我们等一下到那个什么岐山老街的时候会再开直播。那岐山老街要吃什么，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我看到了会跟那个市长的幕僚说，然后叫市长幕僚带阿北去吃岐山老街上面的美食。我们也会去岐山的天后宫拜拜，如果你是在地的柯粉的话，也可以在岐山天后宫等阿北哦。现在没有下雨，这边外面的马路上有种阿伯乐，就黄色的花很漂亮。那我先播到这边哦，给阿伯专心吃饭 ，OK？ 那先把直播关掉了，大家待会在岐山老街上见了，拜拜。